然后这一本是希望可以更贴近大家的生活，然后也想要让大家有一种很像是就是你正在看书的人帮我拍摄的感觉。嗯，所以场景的部分都是你在做时间吗？还是说有在什么样特别？也有一些出游的，就是有一点日常感，日常的生活感，然后想要呈现给大家很贴近，就例如可能希望女生看了很像是跟姐妹出游，然后男生看了也很像说，我很像是你很贴近的好朋友这样。有听说销量很好，你知道现在的销售数字？销售数字，限量就是未名版，未名版是5000吗？5000本，就是限量版是5000本，然后是在预购的时候是在5分钟内销售完毕，然后出新版的话，目前好像对目前还不知，还不确定，对，是排行榜第一名，不好意思。这成绩这么好，会不会已经可以再酝酿第三本了？啊，第二本先宣传完吧。对啊，第三本目前好像还没有想到梗。就是会再集思广益一下，然后再看看有没有这个规划。会想要出国拍，因为毕竟已经在国内这么久了。超想，其实原本第二本的企划本来是有想要出国拍，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一直被卡在台湾。对啊，很可惜。想要去之前本来很想去那个，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们的那个沙滩是有那个粉红色的沙滩，就觉得很漂亮。那时候就是有在找说，有哪一些地方是有粉红色沙滩的？对。那如果再拍的话，你会？如果再拍的话，你会愿意做一些挑战跟突破吗？挑战跟突破，会吧，但是可能就不会是尺度上的部分。那这边是男生的摄影师，一起来帮忙拍照嘛？在彼此的互动上面，可以分享一些小故事。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完全不认识，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一开始也很紧张。然后其实我们在准备企划跟拍摄的这中间，也都没有什么互动。因为我们就是想要一直给对方保持一个神秘感，因为我们觉得在有一点神秘感的状态下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是比较有一种氛围的感觉，所以一直持续到现在，就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互动。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因为雨熙他一直在称赞我，就是那种感觉，你会觉得越来越娇羞，越来越娇羞，因为他的称赞是非常的直接，然后你会觉得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漂亮的女星，然后这样称赞你们，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我是真的，我这么漂亮吗？然后就会开始渐渐的越来越脸红，越来越脸红。所以其实书上面呈现的可能很娇羞的画面啊，或者是一些很害羞的表情，都是很真实当下的状态。那在拍戏的时候，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或者比较挑战的地方？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画面是比较纯，比较女孩感，然后有一些画面是比较成熟、比较性感的。我觉得在那个转换之下会比较有挑战性。这本书里面最想要推荐的哪一个造型？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烟火系列，对，烟火跟民宿。因为我觉得烟火的照片很有气氛，嗯。这段期间录那个饥饿游戏，应该是体验造成非常大的负荷。你自己目前都还觉得还应付得来吗？其实我觉得我有越来越习惯肚子饿这件事情。假的，你越来越对，就是因为要跑宣传啊，我不想要一出现，大家都想说是谁，跟书上面不一样，所以就是最近这从年前开始就有很认真的在做身材的管理。对，因为其实就是照片可以修，但是宣传的时候就是大家会看到本人，所以就会比较积极一点。对，差距当然是几公斤。比起之前你们看到那个很激烈的肥胖照，到现在应该有个8公斤吧，7-8公斤。嗯。那上围有多少？上围就是比起最肥的时候有。对啊，对啊，对啊。脸有瘦一点，但我觉得应该是大腿吧，腿的部分瘦最明显。嗯，你之前第一本写真啊，孙协志都有看过，那这是出第二本，孙协志跟那些饥饿游戏的主持人看过了吗？当然，我可是有送他们一人一本，让他们回去。没有，因为我们是昨天刚录完，然后我也是昨天才刚送，所以我还没有询问他们的想法。
对，但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品尝。好像有一个部分是泡汤照，然后只有贴胸、贴跟小腹。对，那个算是就是尺度比较大。对，算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那一本，第二本的尺度比较大，是因为其实第一本也是裸背，但是因为第一本有穿牛仔裤，然后这一本是完全下半身，只有因为泡在温泉里面嘛，所以只有穿一件小裤裤，所以在当下在那个现场，我自己是觉得很赤裸，但是因为现场，比较不一样的是当时是清场的，只有我跟雨熙，然后跟灯光师，那灯光师是女生，可是因为在拍摄过程中，雨熙就是拿着相机，然后一直说你这样真的好美，就是疯狂的讲，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很害羞这样，但是我只能说那已经是我最大的尺度，所以第三本可能就会有这种尺度，第三本最多就这样了，最多就这样，就是有点我不知道，可能有点还是有点心烦，没有办法，对，所以之后如果有人更大尺度的邀约是可能要再看看，可能就是都要考虑一下。粉丝，其实我觉得蛮意外的是，因为我在要出这本的时候，虽然我自己很喜欢，可是我其实蛮担心说我的粉丝会不会不买单，因为跟第一本的风格啊，还有氛围是完全是很大的反差。可是就没想到收到的反馈还蛮好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喜欢啊，然后氛围很好，就是很多女生也很喜欢演我系列，这是我自己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那个系列，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是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好，我们聊天了，谢谢。